对，掌声，不要害羞哦。上去，上去。哇，看大家都很会掌声哦。也是。那你们再掌声30分钟。耶！我就走进了这个奇幻动物园里面。是。走着走着，我就看到一只猫经过我的身边。哎，可是这个猫我看到有点不对劲哦，它一直打喷嚏，哈啾哈啾哈啾。我就问说：“哎，猫咪猫咪，你怎么了？要不要看病？”它说：“没有了，没有，我应该没事，因为我对猫咪过敏。”啦啦啦啦，猫咪对猫咪过敏是怎么样？笑一下哈、啊！走着走着，我走到那里面，嘿，我看到了，看到了一座动物园，啊，里面住着许多动物，啊，那是，哎，老鹰，你干嘛一直在树上啊？你为什么不往上飞呢？奇怪，你今天特别奇怪呢，老鹰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对啊，你跟我说，为什么不飞？后来那个老鹰跟我说，我不知道，我好像得了惧高症。老鹰有惧高症？啦啦啦啦。许多动物，那是。哎，奇怪了，我进去的时候再往里面走一点的时候，我看到一只长颈鹿。长颈鹿，对，它的这样子高高的，可是它的头就一直撞那个地面，很用力撞。它在吃土是不是？我一直以为它月底哦。啊，应该是月底都是吃土的时候。耶！它就一直很用力撞那个地板，砰砰砰！我说哇，长颈鹿你在干嘛？对啊，在干嘛？又不是月底。他说没有啦。我在学那个动物园外面那只长颈鹿，结果就走出去看的时候，你知道那个是什么吗？是什么？他在学挖土机。长颈鹿为什么要学挖土机？蛇啊，哎，你今天走路又怎么那么奇怪？你不是应该弯着走吗？你今天怎么是直直的走？这样走，这样走。它直直的，你很奇怪呗。我那个蛇就跟我说，因为我之前都弯着走，我得了脊椎侧弯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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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记得要去看病的时候。好笑吗？哇哇哇，好不好笑？我跟你说，这是我们的屏东骄傲啊！这个是，听说今天要来演唱之前，我们一直在台北，因为我们为了梦想，为了音乐这个梦想，然后离开了自己的故乡，然后每次想念家里的时候，没有办法，就是想回来就回来，因为台北跟屏东真的有一段走路真的很远哦。对。有时候我们还用游的，耶！上来的时候，结果在蓝屿，哎，那所以那个海泥也可以用走的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呢，为各位表演的是喝水哈。啊，对，是有点渴哈。屏东的水最好喝。是，来多喝一点。可是它上面写脏话。耶！多喝一点，看会不会变白一点。好，显然是不会。好，好。对，然后我记得去年过年回来屏东。
那我们也待了大概快一个礼拜的时间，是，然后要离开的时候那个心里就非常的舍不得，因为屏东是我们从小到大养育我们的地方，然后是突然离开了就很多的舍不得，然后在那个时候要离开屏东的时候就写了这首歌，这首歌叫做《故乡的风》送给大家。但这一步离熟悉的家好远，小小离家不一定老大回，但我的归心一定长时间，高挂的月你就在里，离家远远，脸颊两行热热的泪，陌生的夜支持他们的新作品哦，啊，不论在唱片啊，或者是 YouTube 啊 ，YouTube 的那个点击率，来安排这首歌曲，再给我们一点掌声好不好？谢谢。瞬间失去方向，说过的话语我绝口不提，所有的回忆都已结冰，
心里好清晰，可是你是最单调的感情，看着你背影默默失礼。给我们一点掌声吗？接掌声！接下来要送海报了哦。对，我们的海报在哪里？谢谢市长，谢谢你，谢谢，新年快乐！站在温柔的街灯下，有人要吗？走过一起走过的那地方。瞬间失去方向，说过的话语我绝口不提，所有的回忆都已结冰，细碎的声音在人群里好清晰，可是你是只单调的感情，看着你背影默默失礼。谢谢你，我亲爱的 sorry 亲爱的男生，我来回哦，为什么就这样离开我。